公开预测股市国庆后会暴涨，如果预测错，我直播吃。老子等了将近10年才等到这波行情，你让我冷静，冷静不了，给我全场猛干！你们相信我，节后必爆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八九。最近中国股市暴跌啊，让许多贷款入市的粉红啊，甚至是卖房炒股的粉红，集体痛哭，纷纷要那些吹牛逼的中国财经网红或者是专家学者出来赔钱，因为这些人就是听了这些人吹牛逼之后呢，倾家荡产的，甚至签卖身契，进入这一波中国伟大复兴的牛市，对吧？而中共许多的机构跟政府，还有银行也发文表示说什么呢？不准用贷款的钱去炒股。而确实有许多网友证实啊，这一两个礼拜啊，越来越多人去银行或者是去办理贷款，行员都忙不过来了。很明显，中共政府当初的算盘是什么呢？让你们的存款进来，我要把你们的存款都薅走，因为你们不消费嘛，消费降级了嘛，那我要怎么把你们的这个存款骗进来呢？于是有这一波这个中国股市突然异军突起，对吧？没想到不少人甚至连存款都没有，那怎么办呢？只好跑去银行贷款来炒股。虽然说是贷款，人要还款没有错啦，但一下子这么多的人去银行借款进入股市，再被割一波，说到底都是党的钱，都是党的机构，你这样的意义到底何在，是吧？而且一下子这么多了，银行的坏账也会很多，那亏得白忙一场的还是中共自己嘛。所以我们来看这张图片就好玩了，粉红散户资金流入是越来越高，然后机构跟主力啊基本上都是撤离的，还有包含这个外商也是撤离的。我只能说你们的认知配得上你们的后果，是吧？你们都进来接了，那我赶快撤啊。像我这种冥顽不灵的人，前几年开始去研究去买这些美股美基金，看到现在在对比中国的股市，我实在是一个字爽。那我们看这张图啊，中小散户虽然贡献是大部分的交易，但分到的利益是极为少数的。那像这张图，他们拿了2017年的例子来看哈，这些散户贡献了82左右的交易额，但仅仅只获利了9%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带大家来看一些粉红被铁拳的影片吧。兄弟们，两天已经亏掉60万了，我再他妈也不想炒股了。不是说这是牛市吗？牛市吗？牛在哪呀？我进来就亏钱。8号国庆假期之后，我想买都买不上。我靠，这涨几天不就翻倍吗？然后我就放了300万。进去干，比我创业亏钱还快。我本来创业已经觉得够不容易的，今年已经亏了好几百万了，本想在股市里挣回来点，结果两天亏他们这么多，我明天再亏我就真得割肉了，员工都等着我要15号发工资呢。这都他妈什么玩意儿，什么破牛股市，太疯狂了。你们知道国庆节期间贷款炒股的人有多少吗？有大行的工作人员表示，他们国庆节7天全在加班，借款的人太多了，系统都卡了。不光是银行，贷款平台软件最近的下载点击也是飙升，很多人都莫名接到了小贷公司的电话，一天10几个骚扰电话打进来。这些人还真是拼命，股票涨了还拼命往你代理充钱，让一些本来没往这方面想的人也被诱惑到了。但你们看看，贷款平台的年利率基本在7%到10%几不等。我们大家有多少散户去年的收益是超过10%的？我告诉你们，在这波牛市没来之前，不亏的人，也就是收益0%的人，都跑赢了90%的股民。我们都知道，贷款的钱是严禁进入股市的，包括前天金融管理部门也再次发话了。但数据在这里，近期申请贷款的客户的确较以往明显多了好几倍。你敢说这贷款的大部分钱和股市的热度没关系吗？前几天那么疯涨，很多人觉得进来就是捡钱，上面本来想活动一下大家的存款，来促进一下股市和消费，结果存款的人没怎么动，这些贷款的人疯了。你们说连这都要贷款？其实你们用最简单的逻辑去想，连平时都不关心不研究股票的人都知道要买了，那你想啊，这个世界上赚钱就是赚认知嘛，这个人的认知越早，这个人的认知是现在少部分，那他肯定赚钱的机会就大。如果众所皆知都有这样的认知，你觉得在这种股市啊，甚至在这种博弈市场还怎么赚钱？谁还可以赚钱？那如果连这种平时都不研究的什么粉红都开始在买了，那不割你我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割呢？而这个情况还是建立在中共国家队下去套的情况之下，没有任何中国行业在这个中国上升的时候是异军突起的，还有当然还有其他的东西啦。所以你们的认知配得上你们现在的铁拳啊。我们接着看下去哈。就是我也想请问一下大蓝老师，老师这波牛市是结束了吗？我到底还要不要无脑冲呢？还是干我就完了呢？前几天买的小 A 的票已经牢牢被套住了。
这两天啊，全网最红、流量最大的就得是咱大蓝老师了吧？一个千万粉丝的财经自媒体，呼吁家人们呢，千万别怂，十年难得一遇的机会，跟他一起全仓猛猛干。结果就是天不随人愿，股市大跌了两天，直接让大蓝成了全网最大的乐子。这波暴涨的百万粉丝啊，估计要成为压死大蓝最后一车刀子。其实我一直很困惑，大蓝这样的博主怎么配拥有千万粉丝？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呢，很早就认识他了，当年跟大蓝呢有过私下许多交流，对大蓝的评价就是一个敢赌敢吹的棒子。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人可以有这样的粉丝数量，一点都不稀奇啊。我跟你讲，我在美国的时候认识一个浙江的朋友，他说你看吧，那个小杨哥坐拥粉丝几千万，好像还是一个亿啊，我有点忘了。他说这样的人都有这样的流量了，那你说中国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救呢？是吧，一样吧，在中国就是罗刹国嘛，你越是跟西方价值，你越是跟普世价值相反的东西，你在中国反而是越有流量的，不是吗？ OK， 我们接着看下去。好，你们都在骂大蓝，我反而真的挺心疼他的。现在我必须要为大蓝说句话，买股票有人逼你们吗？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最起码的思考有没有？现在我真的想飞去杭州，赶紧安慰安慰他，让他心里啊不要有这么大的压力。他老婆呀也可能因为这件事情跟他离婚了，所以在这个危急的关头啊，我能不能嫁给大蓝，不为别的，就为全网亏钱的粉丝出口气，离得近啊方便揍他。大蓝你看如何？什么事我熬过来了，指着牛市留了350块钱生活费，我全部熬硬了，我听大蓝说的，猛的干，说哈干，妈呀，怎么这不是要把我干死了吗？还是股市好啊，股市手指轻轻一点就能赔好几万，我这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12点，这一天累死累活才赔个几百块。完蛋了，双重辱华，否认中国经济啊，三重哦，否认中国经济，否认中国股市，又给境外势力递刀子，从7点干到晚上12点，是吧？如果你有十几万的钱，在一两年前，甚至在今年年初，你买美股、美基金，现在不香吗？硬要入这个庞氏骗局的 A 股，当然啦，除非你本身就是个高手，你想进去割小粉红的，而且你是一个机构，你是个主力，那非常欢迎你割啊！你在这个共产党里面，你是有内线的人，那我非常欢迎你进去割啊！反正你们最后的钱也是放在欧美了，我们接着继续带大家来看哈。分析现在的股市呢，我们留意一下漂亮国的货币政策，再看一下现在的经济大环境，肯定是有大量的资金涌进投资市场，投资者有信心了，牛市不就来了吗？小伙子打算买多少啊？打算买个青椒。你臭了你，老实点。哎，买这个红色的板块方面呢，半导体、软件开发，爱在深秋啊，这才拿到了，现在大家消费不都回暖了吗？怕什么劲？喂，我就再选准备到不该有啊，加肉贵2块，期限大胆，财务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，我做汽车行业的难道会骗你吗？汽车芯片电池充就完了，你难道不想和我一样不需要跟任何人低声下气吗？哎，请系好安全带，我们出发了哈！你进了没啊？赶紧啦，这是时代给你的机会，你不去你就没的啦。我都已经 all in 了，刚刚拉满， OK。小何叫我办公室啊，我不会进去的啊，什么鬼呀、啊？过了今天，明天我是他老板啦、啊！哎，赶紧啦你！所有人都这么说，好，开户成功，我来了，马车。这部影片啊，真的完美复原了粉红吹牛逼的真实度，不仅仅只是吹在这个股市上，在各种概念都可以套用的、啊、比如说我们超英赶美了，我们收复台湾了，打台湾只要1分钟就拿下了，美国台湾经济又怎么样了，你看这个美国打贸易战绝对是输的、啊、台湾经济啊一落千丈啊，台积电是美国的，也是我们中国的产业哦，你看这个日本啊，哇，通缩了30几年了、啊、真的是差劲了、啊、你看我们中国最近的这个政策多棒，结果怎么样又怎么样了，自己月入3-5千还欠了一堆债996，你说这样的人这样的认知去买股票能如何呢？而且这些人平时也是在网络上当网军的啊，台湾又淹水啦，台湾这个水深火热啊，然后自己呢就像影片里演的这样子。我们接着继续看一下最后一段影片，还坚信目前只是大涨后的回调，调整下才健康，现在套住不要紧，他坚信只要持有肯定能赚钱，我问他亏了多少也不肯告诉我，他说等他赚钱了我可以提要求买礼物，我真是谢谢他。我老公昨天拿着10万冲进了股市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打脸了。昨天股市剧烈震荡，先是创历史的涨停开盘，然后高开低走，今天股市又是大跌。股票这东西真的是你不买它一路上涨，买了就开始跌，我赌他大概率被套了，问他他还嘴硬说昨天没买入，在我追问下说套住了，我又问他什么时候买的，买了什么，套住了咋办，他说追了证券，说牛市肯定买证券股。我快没了，我的警惕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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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房子卖掉了，营业打110。最近在中国啊，有一个很爱吹牛逼的大爷啊，整天在公园啊叫大家买啊，一定涨，中国有信心，中国最牛逼啊，就很多人就听信他的谗言去买了，赔了一堆钱，这个人到现在不敢来公园了。我们从中国的内需来看，中国的11连假大概6-7天吧，共有7.6亿人出游，哇，这不知道是台湾人口的几倍啊，是吧？而连假期间呢，这7.6亿人消费了多少钱？7008亿元人民币。林芝草这个时候肯定会觉得，哎，台湾人又在愁中啦。你看7000多亿的消费呀，还是人民币呀，是吧？但是我们细品一下细节，7008亿人民币除以7.6亿人口，再除以7天，平均一天一个人花费130块人民币，换算一天只花了575元台币，出去旅游。哎，575元出去旅游，小草，你们连续假期一天花575元吗？你一天省一点花，随便都过个3-5千了呢，更别说出国的每日开销了啊！而这个消费额度跟2019年疫情期间只少了15块钱，而这还是建立在什么呢？中国的各大饭店啊，还有他们国内旅游的机票价格全部下调、消费降级的情况之下，才有这样的消费额。如果维持2019年的这个额度呢，这样的价格呢，估计这个金额会更少。所以你们还要再跟我说，你看中国廉价好多人出来玩呐、啊，去哪都排队，都是反共的台湾人在造谣，中国经济不好，真的是这样吗？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，喜欢记得订阅，不喜欢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。我是八九，下次见了，拜。